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兆平，欢迎再次收看明镜电视《中国音乐》，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的问题，探讨中国未来能够朝向哪个方向走。先跟各位介绍今天与会的嘉宾，王金涛博士，你好。王先生好，各位嘉宾好，大家好。谢谢金涛，小明之星你好。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谢谢小明之星，好久不见啊。李伟东先生你好。好，赵平好，观众朋友们好。谢谢伟东兄，谢谢三位嘉宾。这个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哈，中国研究院呢一直在探讨中国的时政啊，当局到底中国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社会上还有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要怎么走啊，这都是我们中国研究院一直想了解的事情。也各位嘉宾的分析跟一些观察，也让观众有很多的这个了解，更深一层了解。今天呢，我们把焦点还是放在习近平。三中全会我是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开，大家都知道7月份要开，那到底是7月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我感觉啊，感觉政治总是强调这个嗅觉啊，感觉好像快开了啊。习近平，党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去了一趟这个西北，到陕西、到宁夏、到青海啊。陕西呢，这个西安，我们把那个延安呢，我们等下可以稍微再谈一下有关于军事方面。但是到宁夏跟青海，到底习近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干什么？今天你可不可以来观察一下习近平这一次？到宁夏、青海，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是他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讲？对，你刚才正好提到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我觉得最好是七一开，因为习近平喜欢这样的一种就是继承革命传统，他要是现在要在七一开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个比较吉利的时候。那这个我觉得要从报道上看呢，我觉得这次去西北主要这三件事情吧，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四个事儿，第一件事他就这个军队，他又开始军队政治工作会议，跑到延安去，那么这是跟他10年前的莆田会议相呼应。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谈了很多是民族大团结的问题，在青海，因为青海和宁夏呀，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聚集比较多的。青海虽然不是一个自治的，但实际上在那个除了一个州、两个州吧，实际上都是藏族的，在这个地方。宁夏呢就是回族这个。那么第三个谈的呢，就属于就是我们看报道是社区。社区这一块就是，比如要打造什么社区，那还有一个就是呢，他谈这个生态建设，就希望呢宁夏成为中国生态，这个都跟他的这种基本的发展新理念相吻合了。这个新发展的新理念呢，这个我们刚我在前面也多次讲过，后面我没再讨论。那么我觉得他这个主要还是聚焦在他的新理念，打造心智生产力这一块儿。你要再结合他前两次去西北。那么他上次去西北的时候，当时2个政治局委员吧，就是新疆的和重庆的，都去跟他汇报工作，而且他强调就是要打造这个新的新质生产力。那我还有一个猜测，就是现在中国现在呢旱灾和水灾比较多一点，从报道上看呢，西北地区属于旱灾区，那么也许习近平要做点调研。那么，但是一般来讲，我觉得习近平呢，实际上每次出去之后，你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共产党就这样嘛，就是他有时候经常他其实要做的事儿他不说，他说的事儿呢，其实并不一定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他这次去，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人事的问题，就是我们从他报道原来19大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变来说的话，他说中央委员呢以上的人，习近平都是亲自去进行过谈话，每个人都进行过谈话。那么也许也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共的人事变动比较大，外交部啊，还有各方面这个省市的一把手也是换的比较厉害。那是不是他现在又去亲自考察人事，从西北那儿要抽调一批人到这个其他地方重要岗位上，所以他要亲自考察一下。而且呢，中央全会如果开的话，像有的委员可能要下，那么候补委员可能要往上递补，这个他肯定也要去考察。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要去呢。他其实一直要回答的问题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在他执政以来，两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他搞糟了。一个呢是外交问题，外交就不说了，因为这不是他在这种考察节。一个就是经济问题。那习近平上次你看他到西北来说，重点考察经济的时候，他充分肯定自己啊，这个人就是也挺不要脸的，就是充分肯定自己的领导下发展的伟大成就，在那么一片。那个整个搞经济人都是哀鸿遍野，之后他去说这个话。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这次去是不是又去整什么幺蛾子去了？就是因为三中全会上嘛，他要给全党一个交代，所以这是我觉得有2个问题，就一个人事，一个经济方面呢，这是要去着力去做的一个隐蔽性的考察，这个他不会去公开说的。
那么前面那四个考察呢，像军队呀、民族啊、社区啊，还有绿色发展，当然这也很重要。我觉得这确实呢，这几个问题也是我们中国如果假如真的要想长治久安呢，也是要拿出解决方案的。习近平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需要考察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也确实是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嗯，刚才一道提到的这个人事跟这个经济、经济生产力，可能也是不言而喻想要触及的，或者习近平想触及的地方啊。这个青海是陈刚哈，那个宁夏是梁延顺，在地方一把手里面算是比较陌生的，大家比较陌生的。不过这个伟东，你怎么样来看待习近平这一次去宁夏、青海，有没有什么？因为他在青海看去视觉室，也去看学校，然后在宁夏看了社区，然后也去了延安看了这个军队。刚才军涛也提到了。那你又怎么样来看习近平这一次的这个调研？秦涛刚才说的我都同意，这个经济啊，什么人事啊，我需要补充的是，可能跟这一段时间，你看佩洛西和迈克尔去了印度，去见了达赖喇嘛，这个时间呢，好像是就在习近平到那个红觉寺之后的第二天，这两个时间离得非常近。可能呢，这个他感觉到美国呢有在边疆，除了在台湾方向上，南海这个在边疆这个地方呢，对所谓的民族团结啊或者边疆稳定啊，又要有某种动作的这样一个迹象。他可能呢对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上心吧，然后去这个安抚这方面的情况，去稳定边疆局势。嗯，然后呢也特意到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去。表达他这个跟藏传佛教寺院比较亲近，然后他比较尊重这里，藏传佛教那边呢也算是比较对他高规格的接待，也看到了一些报道。这大概是其中的一个意图。第二个呢，可能这次延安的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可能是他比较上心的。嗯，这个因为呢，从报道上看呢，说他是他亲自部署的，亲自提议、亲自部署的。好像是呢，跟前一段时间火箭军的各种传闻啊，包括这个李尚福啊等等这些人的这个状态可能都有关系。就说呢，认为这个军队的所谓理想信念，这个政治挂帅的这套东西，还是强调的不够。所以呢，我觉得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军委的什么政治工作会议了。这个是个比较前面没有任何风声，然后呢突然出现的一个军事会议，而且规格层次是很高的。嗯，这个是不是为这个未来的某种所谓要打仗嘛，他不停的要打仗这样一个东西呢，进一步稳固军心，调整军心。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西北之行呢，可能两个更突出的问题，除了经济以外，第一个就是民族团结问题，可能呢觉得这事儿跟美国都有点关系。这个因为他认为边疆又有某种不稳定的地方吧，中印关系也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嗯，虽然有缓和，但是也一直没有缓和下来。然后呢，美国国会又通过关于西藏方面的新的立法，要求这个大陆等于说否定大陆关于新疆跟西藏跟中国的历史连接自古以来的这样的说法，而且要求中国呢这个要跟达赖喇嘛进行这个直接对话。这是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一个决议，还没有形成法律，拜登还没有签。然后在这个决议的背景下呢，佩洛西和迈克尔就去了。那么他可能觉得这个西部方向上民族团结啊、边疆稳定啊，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呢，军队政治工作呢，可能给未来的某种备战有某种关系。因为这个台海的紧张局势已经日趋紧张于一日了。美国估计到2027呢，时间也没有几年了，大概1000天的时间吧。嗯，在这过程当中呢，要重新统一军心，然后用政治挂帅的这样一套路线来重新稳定军心。我觉得更核心的问题还不是经济和这个什么什么自然协调啊。当然他在青海这个讲了很多这个跟经济有关的话题。包括这个在西北某种计算中心啊等等这样的话都提到。
包括这个民族学校的初中生的教育，这些事儿呢，可能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功夫。真正的两大主题，在我看来，就是边疆稳定和军队统一思想，大概是这么两个方面。OK，习近平现在出访啊、调研都有一定的这个模式哈。每到个地方啊，都会有个重点，不管到广西啊，到或江浙、广东啊，或是到东北，或甚至到这次到西北。这个小行星刚才那个伟东提到的，就是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的这个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啊，现在等着拜登只要签署就生效了，看起来拜登应该是会签署啊。这个一旦成为法案之后呢，未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在中国跟西藏之间的问题？不过，我想你也知道，中国现在跟西藏14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啊，很微妙啊。然后彼此之间最近也没有什么连结，也没有什么沟通，但是关系说紧张也不紧张，说好也不是好啊。你怎么样看待刚才伟东提到的是边疆稳定的问题，还有关于军队政治的问题？当然，我刚才伟东讲的两个问题，我都很赞同。就是说，首先，这个中国和就是说中共政府跟达赖喇嘛之间这个关系，这个里边呢，对于中共当局来讲，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达赖喇嘛他们西藏，因为毕竟西藏现在在中共的军事占领之下，中共对西藏有绝对的控制权。达赖喇嘛呢，只不过是影响力很大，但是在西藏的实际的控制能力却没有。那么，中共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很大的一个担心，是因为西藏和印度直接关联，而印度最近的这种动作对中共、对中国有很大的压力。毕竟，这个中印之间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这种在领土上的这种冲突和争端。那么现在印度占着藏南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一个浙江省、两个台湾那么大的国土被印度占着呢。现在印度还不甘心，还要阿克塞钦大概5万平方公里。那么，印度现在急于让中国解决边境问题。印度的解决边境问题的含义是什么？让中国再把阿克塞钦让出来给他。那么，在中印的边境冲突上，达赖喇嘛和中国在就或者说西藏在印度的流亡人员，他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更倾向于支持印度的，他们毕竟人在印度，所以这个问题上，我想除了就是稳定西藏之外，刚才伟东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有一个背后的印度问题，这也是习近平就是去到青海看这个到一个喇嘛寺里去的一个原因所在的，当然。军队问题当然更对习近平来讲，那当然，只不过就是说，习近平开这种政治会议，那这个是好像是第四次全军政融的会议，习近平上台之后开了第四次了。那么这个会议对习近平来讲呢，当然是要表示他对军队的控制、对军队的重视等等。只不过呢，我觉得习近平对军队的这种控制，他并不只标志在开某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对军队的这种防范和控制，实际上是习近平日常工作的最核心的部分。习近平每天每日每时都在考虑控制，如何控制军队、防范军队。所以，那么这个会议呢，可能有点什么标志性的，就是说时间上或者强调重点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过分的把某一次习近平的某一次活动放大、强化，那么有可能会就是产生一种，可能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低估了习近平日常工作中对军队的这种控制和防范。这是我们就说我个人认为需要特别的需要注意的一点。好，谢谢。
不，金涛，我就想利用一点点时间啊，你觉得这个他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西藏的问题、达赖的问题、印度的问题啊，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莫迪现在也是第三任哈、啊，底气也很足，这个人口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啊，这个经济实力也往上升。你觉得这个习近平跟印度之间的感觉，或是的政策，会不会因为这样有所改变或怎么样？没有，就是其实习近平就是我觉得共产党对西藏的政策还是挺微妙的，就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哥哥曾经在法拉盛呢跟我们做过一次，就是讲话，就其实我觉得西藏传你佛教讲是加勒敦州的，很坦率，而且很诚实，他就讲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就一直是就是达赖喇嘛的就属于最相信的人和中共这方面的交流一直有，而且谈的就是一个问题，达赖喇嘛回到这个中国，而且呢，达赖喇嘛呢是并不是主张西藏独立，我觉得中共是知道的，只是因为呢，我觉得拉萨的那个事情呢，当时在1980年拉萨的这个事情，就正好赶上了北京这个事情，共产党在10年之中，我觉得实际上是在炸馆之后导致大学生抗议之前的时候，共产党对自己是没信心的，是那一次炸馆的大学生的抗议，然后也是包括西方世界也在那时候开始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政府的执政的，在老百姓心中的这种稳定性的看法，从那以后呢，共产党才开始恢复信心。以后呢，一些交流又恢复，又谈。现在谈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共产党一定要承认西藏，承认说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但是达赖喇嘛呢，当然不能承认，咱们都知道对吧？吐蕃一度比中国还大呢，它这个疆域那个，所以说那这一点呢，就这个那其实我当然我觉得这是个借口了。达赖喇嘛在几次讲到了西藏不寻求独立，我记得有一次时候在这个跟芈韵对谈时候。他讲完这个时候呢，吴孟达先生还站起来说，他可以理解呢，这个藏族的朋友是出于策略考虑。达喇嘛很少打断别人是吧？那就打断就说呢，说他说我们是对西藏的命运的等于相，就是大概意思是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就说那我们也知道西藏是地处高原，没有出海口，它的资源比较匮乏，它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它是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些交流和帮助。我想他们比较印度和中国呀，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古以来西藏和中国的交流互动多一些，所以说那我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猜测，不是他们的意思。但是呢，目前就是我觉得完全是共产党的这个政策，他其实要抓住达赖喇嘛这个机会，因为达赖喇嘛如果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之后的话，那在这个那马上就是一个就其实现在西藏年轻一代是主张藏独的，就跟台湾年轻一代一样，如果你不能在达赖喇嘛在的时候达成这么一个有永久性的协议，就是所以说，后来有地方也很着急。我记得李东民先生原来北京这个红卫兵45头子在这个纽约时候跟达赖喇嘛谈完之后，他说他急着回去，说现在民委的那个副主席呢是当年我在北京红卫兵时候我的手下，我可以呢跟他通过来跟中央谈。结果回去之后没有谈，还给他判了几年刑，大概当然判刑的原因不会说是这个，但是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讲说，其实西藏的问题呢，对中共来说呢，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主要达赖喇嘛呢，他本人的态度很坚定。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我刚出国，我在德国好像是德国当时的紧急办公室主任，后来是当过德国驻华大使，他就认为呢，他们有一批欧洲的人认为呢，西藏问题啊，就西藏独立最大障碍就是达赖喇嘛态度，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态度的话，西藏可能的要求独立，而它的一致性，它的那种壮烈性。可能比新疆还要厉害，因为我也看过，就是说，从我在新唐人做节目，跟来自藏区的西藏人一块做节目，和来自在美国的西藏人就不一样。西藏在美国的西藏年轻人，其实就是他们表面认同达赖喇嘛，但他们一直坚持，他们就是要应该要独立。但是来自藏区人就一句话，我们就听达赖喇嘛的。OK，好，这个宁夏、青海啊，习近平去了一趟，在山东全会之前，到底传达了很多讯息。我想三位嘉宾也做了一些分析。我就像，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